包多少钱啊？5毛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很好看啊，你看，画画的。就这样。白色的啊。嗯，给你。哦，好。富贵，哎、好好你看，多好看呢。是挺好看。嗯，是的。咱有庆也该上学了呀。来点吧。好看，还是看病要紧。孩子都9岁了，不能因为我把他读书给耽误了。那读不读书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、啊？有庆一定得上学念书去。这个多少钱？哎、这个5毛1卷。5毛钱？哎、5毛？太贵了。不要。啊，这个面料好矮，我等很老的。是，那也贵，你便宜点吧。哦，那这细黄4毛钱咋了？不要。那也贵，不买了，不买了。这细黄那3毛8号了啊。走，来买，压着啊。走。嗯，行，我再看看啊。好。大夫，我老婆生的什么病啊？有多久了？收稻子的时候开始的。她发作过几回？嗯，有个3-4回吧。怕是饮食不周，中气亏损，只是下肢无力，对吧？对，不要紧吧？啊，我给她开几副药，试试看。3-4次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没事。娘，哎，儿子，娘，哎，马仓叔要我告诉你，他说学校老师来我们村，要和小胜去读书。哎呀，人家学校老师都来村里了，是马仓叔告诉我的。好。咱儿子是该去读书了哈，你娘生这病呢，让小顺先去读去。我不读，小顺也不读。你跟他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你没见你娘生这病躺床上了吗？再说，你娘识字，小顺他娘不识字，让你娘先教你啊。富贵啊，咱还是得让孩子去读书。哪来的钱呢？我不治病也得先让孩子读书啊！你别瞎说啊，有病不治不成，不读书没什么。出去玩去！去吧！快点！青儿，快，你娘吃药了。青儿，爹娘，快点！快去吧！我就要和小叔到学校读书，我不让娘教。嘿，这小畜生！富贵，哎，咱儿子读书的事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这跟人借谷子容易，借钱太难了。再拖一年，有庆都10岁了，人家孩子都是8岁上学，有庆太大了，我怕伤他自尊心啊。哎呀，我当年不是10几岁才念的私塾吗？那老东西说，你要是不好好读书，你以后娶不着好媳妇儿，我就气他。我说皇帝征我做女婿，路远迢迢我不去喽。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不就认识几个字儿吗？我也能教他呀。哼，你教还不如我教。那就你教。富贵，这可不行啊，孩子一定得送到学校去读书。我看不一定。什么不一定？哎，走。哎呀，哎呀！哎，姐，你写什么呢？你给我看看。哎，给你写。哎，你坐下，坐好，别动了啊！今天我教你。嗯，一人两手。嗯。两手十指，哎，爹，我看见一个人，一只手上有6个手指头。畜生！哎，别听孩子耳朵，他像个读书的样子吗？你不能老打孩子呀。那这样能不打吗？逮住才打人呢！我真打你这畜生！你打不着我！我，你打不着我！有钱快走，快跑！我不教了，我。你爹不教你，娘教你。
红霞，叫你弟弟啊。一撇，一捺，这个字啊，读人，人民的人，人，哎，记住啊。有庆在跟人家打架呀？啊，肯定是，你听孩子们都在这喊有庆呢。有庆的，有庆的，有庆，说说的，有庆，你爹来了。这畜生，你为什么打架呀？他们骂我姐是哑巴。哑巴就哑巴。是那畜生啊！有气儿呢，逃了，还说给你抓了一条鱼，不让我吃。这孩子，来这儿。富贵啊，咱孩子老这样可不行啊！啊，走吧走吧，行，走。江真，小顺说，有庆不读书，他也不读。要是能跟有庆一起去上学就好了，孩子们呀也有个伴儿，不是？是啊。家里为了给我治病，欠了人家不少钱，福贵把稻谷都卖了。江真，前两天我听说县里有一对老两口，他们想找一个孩子。干什么呀？当时我也没多问，可能就是帮着干些家务活吧。我看不如让凤霞去，凤霞除了聋哑什么事儿都会做，人家又给钱，家里还能少一张嘴吃饭，不是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凤霞太小了，我跟富贵不放心。可你总得想想办法，不能让有庆不读书啊。哎，是啊，他可是男孩，将来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。对，我也着急。要不这么着，我还是先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是不是能找到一户好人家，这样呢他们对凤霞好，你们这当爹妈的也就放心了，不是？那好，那你帮我问问吧。行，交给我们了。瞎忙什么呢？还不睡觉？你怎么了？富贵，我听菊花说啊，县里有一对老夫妻想找一个女孩子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是先让菊花帮着打听打听，要是觉得合适的话，想让凤霞先去帮点干家务活。你能省下一个人的饭吗？你想让凤霞去干家务活去？富贵，咱们凤霞呀，除了聋哑，她其他什么都能干，人家会喜欢的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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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凤霞太小了，又是个聋哑，我不放心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不行。孩子不读书更不行。菊花，菊花。
上哪儿去了？我正要去找你呢，我上城东了。哎，那儿有一户人家想要一个孩子。菊花，福贵不同意。孩子迟早是要嫁人的，我已经打听了，那两个老人知道凤霞以后，挺喜欢她的。他们知道凤霞是个聋哑孩子吗？我跟他们说了，他们不嫌弃，还有，他们想收养凤霞。不行，菊花，不行不行，你先别急着说不行，回去啊，还是跟福贵商量商量。要不这么着，咱们让两边的人都过来看看。咱们也选选他们，看看哪边更喜欢凤霞。哎呀，不行，把孩子送人可是不行。福贵不会同意，我也受不了，我放不下心。不行不行，你说你们想让有庆读书，又舍不得凤霞，这哪行啊？要我看，如果这次凤霞找到一户好人家，这还真成一件好事儿了啊。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啊。家珍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没事没事。怎么了？你吓死我了！没事，我坐会儿就好了。找大夫看了吗？看了，那个老中医得看啊，药也吃了不少了。没事。你这样可不行，要不行就上大医院看看吧。啊，嗯，别跟福贵说。好。菊花。要不然你就让那两个人来看看吧。啊，好，我跟他们说。嗯，还真合适。凤霞漂亮，漂亮。今天不下地干活了啊，不许拖，不能拖。到了，就是这家啊。来，请进。家珍，来客人了。哎，你们先坐会儿啊。哎，好。来了。家珍。哎。您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坐这儿。菊花，嗯，快给客人倒茶呀。不用倒，不用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孩子几岁了？啊，今年13了。您喝水啊。这孩子模样长得倒是挺俊的，愿让孩子过户。愿意，还是喂喂孩子吧。啊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这孩子小的时候得了一场病，病好了以后就不会说话了，别的没毛病。太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哎，还是让我回去商量商量，再给绘个画。哎，也好，那就慢点走啊。哎。不送了啊！哎，好，早点给我回话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我这心都揪得慌了。菊花，你说我这当娘的是不是太狠心了？凤霞已经是哑巴了，她这辈子受的苦肯定会比别的孩子多。可你总不能让两个孩子都被苦给捆着，总得有一个日后过得好一些吧？我知道，要不是这么想，她还这么小。我怎么舍得让他离开家呀？我怎么觉得好像凤霞什么都知道似的？你看，嗯，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着呢。人家怎么说？他让我们把孩子送过去给他们看看。那他们就是说要把凤霞当女儿吗？是啊，他们是想收养凤霞。哎，就这么把孩子给送走了。干脆，咱跟福贵明说。不行不行，福贵最心疼孩子了，特别是对凤霞。
菊花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福贵，咱是把孩子送人了啊。行，那我跟他们说。嗯。那要是万一不合适，能让孩子回来吗？嗯。人家要是给了钱，那就得看人家愿意不愿意了。我不放心呢。凤霞是个聋哑，又那么小，你说万一做错什么事儿了，他们打他怎么办？不会，瞧你想哪儿去了？他们那么喜欢凤霞，要我说呀，孩子过去，准有好日子过了。那能让孩子经常回来看看吗？这我也跟那边说了，还就这一点儿，人家有点不愿意。要我说，这也能想得通啊。人家是把凤霞当女儿养的，当然不愿意你们这亲爹亲娘经常过去看呢，对吧？嗯。凤霞还在菜地呢，我去叫她。还是我去吧。富贵，人家想看看孩子。福贵，现在是我们求人家，可不是人家求我们。不聋不哑的孩子多的是，人家不嫌弃凤霞，这样的好事你上哪儿去找啊？孩子要不这样，我也不会这么难受。我知道你心疼孩子，可人家城里总比咱们村里强吧？这事儿你还是好好掂量掂量。不贵，走吧。回家，回家啊。来，凤霞。家珍，我想带孩子进城看看去。别，还是让菊花去吧，她熟。不，我还是自己去，我放心。还让福贵去吧啊！哎哎，这孩子你干嘛？哎哎，凤霞凤霞凤霞，咱不下地了啊！爹带你进城，让娘给你换件衣裳啊，换漂亮衣服啊！来，乖，听话啊，凤霞，听话。来，换衣服，穿新衣服了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听话听话啊。富贵啊！啊！你路上啊，一定得小心啊！啊，你放心吧。走，行了，快走啊！走吧，走吧。富贵，你以为你还是少爷呀？你都当爹了，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家珍扛着吧？孩子总有一天要离开你们的。走。等等。小伙子，小伙子，打听一下，这附近有一对姓吴的老夫妇吧？哎呦，哎，这个从这儿拐进去，里边有个门，进门就是。哦，多谢多谢。哎，走。
有人吗？找谁呀？我把孩子给送过来了。哦，门开着呢，进来吧。哎哎哎。哎，大叔，你就是徐家川的？哎，哎，那个菊花怎么没来？啊，我是孩子的爹。哦，啊，那就进屋吧。哎。这是我那个身体不太好。是，快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好好好。我们这屋子呀，就是有点小。是啊，我们也是租的别人的房子。哦。这孩子几岁了？哦，13了，在家里什么活都能干。我这腿不太好，我们老两口啊有点孤单，有个孩子就热闹点。是是，没什么重活，是你放心，我们会对他好的。你们都是好人呐！来来来，让奶奶看看。别怕别怕。这孩子长得还挺秀气的。是啊，就是可惜4岁那年啊生了一场病，后来就哑巴了。哑巴没关系，只要聪明就行。聪明聪明，这孩子可聪明了。这么点个孩子，这手上就有茧子，干活干的。好，我喜欢，留下。哎，那孩子就留下了。大叔大婶，你们要多多的关照啊。哎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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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孩子，听话啊。爹会经常来看你啊，听话。走吧，我们会对他好的啊。哎，走吧。凤霞，听话啊，爹经常会来看你的。凤霞，听话。孩子，孩子，哎哎哎，孩子，让你爹走，让你爹走啊！听话，哎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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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。你放心，我们会对他好啊。哎哎哎，大叔，大叔，孩子就留下了，你放心走吧。孩子要是犯什么错，可千万别打他。嗨，你就放心吧。大叔，是我。哟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大叔，这钱是不是弄错了？你怎么给这么多呀？哎呀，没错啊。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小青，过来，过来，看。爹，这是你给我买的小羊啊。接着啊，以后这羊就归你养了，养大了卖了钱，给你买新衣裳穿。爹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羊啊？我是你爹，我能不知道吗？小帅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爹给我买的羊。我也让我爹给我买两只。嗯，那好，以后咱们放学就可以一起到山上放羊了。啊，爹，我小时候一起到山上放羊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富贵，家珍，哎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怎么样啊？这孩子命真好，找了一户好人家。啊，你家什么样啊？很好。哎，他们把凤霞的工钱都提前给付了。哎，我抓了药，还买了两只小羊。我在路上啊，我就想起了爹当年说的两句话。什么话呀？你忘了，爹当年说徐家的祖上
是一只小鸡，鸡养大了就是一只鹅，鹅养大了就变成一只小羊了，羊养大了就变成了牛了。咱徐家现在啊，就是一只小鸡。哟，对了，忘了，忘了。这这这这，这是买东西剩下的钱，搁哪儿吧？你不信呐？把你搁那儿吧。有庆已经把小羊牵山上去了。对孩子好就行了。这孩子挺有眼力劲儿，够灵的。只要他那爹不常来就行了。嗯。嗯嗯嗯嗯嗯嗯嗯。娘，我弟给我买了两只小羊。去镇上了，干什么？为什么不带我去啊？你姐给人家干活去了，你去干什么？干什么活？为什么要给别人干活？还不是为了能让你读书啊？为了让我读书？那我不读了，我不想让我姐给别人干活。有庆，你几岁了？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？你不读书将来当瞎子啊？有庆，羊放好了。我不让我姐给别人干活。你姐已经给家挣钱了，这两只小羊还有你娘喝的药都是你姐挣来的，肯定是你让我姐给别人干活的。有庆，你别瞎说，还不是为了让你读书。我不读书了。你这畜生，你敢不读书看我怎么揍死你。打死我吧。我不读书。你自己把裤子脱下来。我不读。过来。你干什么？你打啊！赶紧打，别打了。爹，你别打了。我读书，我读书。那你能让我再看看我姐吗？明天带你进城去。不行，他要知道他姐住的地方，天天去看他姐，不好好读书怎么办？不行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能让他，不许去啊！上学啊！嗯，富贵，快让你儿子上学去了。富贵，有庆去放羊去了，顺，你在门口等会儿哈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嗯。凤霞，凤霞，哎，来来来，上来上来上来。爹帮你干一会儿啊。
凤霞，你在这儿帮人家干活，你弟弟就能上学了。这是书包，背着书包上学去。走，咱们进去。你弟弟啊，就要上学了。你呀，就不要进去了。我帮孩子把木盆端进去。我就是来端木盆的。凤霞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老婆不喜欢你经常来。为什么呀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会对孩子好的。有什么事儿啊，我们会告诉你。我们不会亏待孩子的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凤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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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凤霞。大叔，大叔，大叔。小庆，快点儿！你让我入行了。庆，来来来，啊，行，去吧。娘，那我姐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小叔等你半天了，快去吧，去。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去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就不去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孩子，你陪我又痒痒是不是？孩子第一天上学，你快去快去。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这孩子像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！哎呀，你打死我吧，反正我要我姐。那我就打死你这个畜生！你知道我比你更想你姐。起开！你杀我！我比打了你，他比富贵。钱富贵！走开！打打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上不上学？去不去？你去不去？你去！你小孩子，你打死我啊！你打打打我！你打你了！我去！我去！儿子，别动他啊！你不听话呢，儿子，你听话，听话啊！听话，听话，别跟你爹老生气。你想把孩子打死啊你？啊？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你把我们都打死吧，都打死你就不难受了。回来了，你报名了吗？报了，报了。嗯，新书领了吗？领了。嗯，来来来，吃饭。给爹看看。快给爹看看。来吃饭了，啊，饿了是不是？嗯。就三本啊。啊。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放羊去。你爹放过了，坐下吃饭。有庆儿，学校好玩吗？嗯。老师和同学多吗？嗯。爹，
老师要我告诉你，老师批评我了，说我上课坐不住，不好好念书。哎，你别打我！福贵，我屁股疼，坐不住。过来，我看看。我看看。这个畜生，他拿皮崩我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过来，我不打你，我看看。你说话算数。我不打你，快过来。过来，儿子，你爹不打你了啊！你该，谁让你那么打儿子的？你今天去看凤霞了？啊。怎么样啊？别的倒没什么，就是他们不让我看孩子。人家不高兴就不看。你怎么心肠比我还硬啊？我觉得还是不去看的好，啊。有枪是你的孩子，你打也就打了。要换成是别人看见了，人家心里什么滋味啊？父母打孩子骂孩子，那不都正常的事儿？说的也是。行了，别想了，睡吧。睡吧。今儿要出什么事儿？没事，狗打架。哎，穿上衣服，穿衣服。凤霞。凤霞，凤霞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了？走走走，回家回家。佳珍，凤霞回来了。凤霞，凤霞，孩子，天这么晚了，你还跑回来，你吓死娘了啊！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。快点回屋，回屋，回屋，回屋。好了，睡觉了，来睡觉。好。那咱跟小庆睡。好，睡吧。不会是两个老人打孩子，孩子逃回来的吧？我也正琢磨呢。没事。没打你吧？没打就好。好好好，没打就好。睡吧，睡。小青，快起来！富贵，没柴了，倒点柴来。哎，小青啊！小青，小青！哎，别叫了，等会儿叫。让他们早点起。
娘，哎，醒了。嗯。娘，我姐回来了。小点声。你姐昨天晚上很晚才回来的，让她多睡会儿啊。反正我姐也听不见。娘，嗯，我姐还走吗？走。啊？为什么要走啊？还不是为了让你念书。快起来，放羊去。快点啊。娘，我还能再多待会儿吗？行，儿子。娘，姐在什么地方干活？他们对她好吗？好。有庆儿，你姐可都是为了你。你要是长大了敢对你姐不好，娘可不饶你。你听见没有？嗯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别人欺负我姐的。那就得好好读书，有本事才行，知道吧？行了，姐。你别跟着我。